真的好嗨，因为七天假不用吵，不管法案怎么审，通通可以放。华硕、台积电、联发科都预告明年七天假全都送给你。摊开联发科假表一看，七天假属弹性放，包含928、10月31和12月25等都有放，总共19天国定假日。网友大赞真是佛心公司，有人则感叹科技厂上班薪水多假也多，真的好羡慕。那你会不会很羡慕？会啊，幸福企业啊。今天让我们好好的 relax，好好的狂欢，明天让我们继续追寻无与伦比，再创华硕传奇。谢谢。不过也有民众认为，看似福利好，实际上却是血汗轮班换来的，而且门槛高，不是人人都能进。问题是那个企业的那个标准也比较高啊，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职业啦。联发科成立到现在19年，每一年，大概在5%到10%流动率，这是一定有的。所以，我们每一年大概会，增加大概，10%到20%这个，这个人员嘛。每年流动5%到10%，科技业人才抢得凶。若是不给多点假加点奖金，恐怕难留人。东森财经新闻刘佩琪、吴佑树综合报道。